新，你上次叫自己新哥喎，系咯，新哥太粗，坦然，我系小例子，有咩你叫啦，小例子，即系出啊，通常啲公公都系啲食家。我哋今日嘅 topic 系一个人可以食乜嘢好呢？我觉得平时一个人食咩多？日常其实都系阿棒最有经验，我觉得阿棒真系要分享先。嗱，通常嚟讲咧，我一个人咧就唔食噶啦。都咁唔開心喎，食嚟做咩啫？咁你平時都唔使食嘢噶咯？你錯啦！你知唔知我同好多女仔食嘢噶？唔得，咁呢個要做第二集，延續翻上次嘅話題。上次嘅話題就係佢每次都 first date 完咗之後就冇咗下文咯。冇second date。係，通常自己食啊，我會食肥仔湯飯咯。我好中意嗰間嘢，好好食。繼續係肥仔湯飯啊！好好食噶。在深水埗不同街街市不是的，真心一個人吃什麼通常都是麥當勞和吉野家，我之前上班經常一個人吃吉野家，吉野家吉野家應該跟朋友一起自己煮東西吃，是啊，自己煮東西說出街的，你剛剛沒說，不是的，你問我，我實食淡仔的，一個人吃，是啊，一個人吃，但很慘喎，你一個人吃淡仔，你嗌碗麵，跟住又嗌唔到嘢食。有咩所謂啫？成台都是一個人吃的啦，咁你夾價你都送。嗯。夾佢夾。但如果你想吃好啲咧？食好啲。應該話你試過一個人吃咩？你覺得是最惡，但是你很想吃的壽司咯，一個人吃壽司其實有啲惡咗。係咩？唔係。新鮮對條路軌。唔係啊，我講元氣壽司、回轉壽司啊。即係諗下你一個人食回轉壽司，其實好多人一個人食嘅喎，好奇怪喎，我覺得件事。係咩？我都試過嗰陣時。sorry， 咁個個人個人又唔同嘅，佢覺得啫。係啊，唔好有啲棘嘅。我諗都係嗰啲西餐，唔係即係我講緊嗰只係我之前有講嗰啲法國餐啊，嗰啲如果自己一個，我想象啫，如果自己一個客去坐低咁樣食。都是香港就惡咯，喺外國就冇咩。冇呢個習慣嘛。又或者飲茶咯，飲茶都好惡嘅。即雖然都好多阿叔會自己一個人攞。好老味重嘅喎，第一。係啊，就好老味重。你諗下，我哋咁樣嘅年紀入去酒樓幾位啊？一位。因為要夠惡咧，一定要係去茶樓嗰啲，即係唔可以係嗰啲點心店嗰啲咧。係咩？佢嗰啲點心店，如果一個人，我覺得冇咩問題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去茶樓咧。茶樓一個人去咧係有啲惡嘅，你覺得咧？你覺得？因為我就想講話點心嗰樣嘢咧，觀塘有一間點心鋪咧，佢所有嘢都係一人份量噶，即係你嗌一個奶黃包、嗌叉燒包，佢全部真係俾一嚿你噶咋。嗯。佢個特色就係 sell 可以嗌一人份量，你即係嗌一件燒賣、一粒蝦餃都得，係啊。獨拎獨拎飯堂。獨拎飯堂好吸引喎，同埋啲嘢食好似幾好食。好似幾吸引，我幾想去喎。一個人吃 buffet 咯，一個人吃 buffet 係我唔會啦，其實唔會一個人吃 buffet， 真係唔會特別一個人再食。有咩 off 噶？有咩 off 噶？對你講，所有都 off， 唔係佢唔會做咯。佢 off 嗰啲咪直接唔係啊！即係我 off 嗰啲我唔會做啦。我點會一個人食 buffet 咧？例如咧，因為一個人都食 buffet 咯。一個人去旅行有冇啊？我想，如果我要去旅行嘅話，我希望可以同你另外一個去，即係我唔會想暫時我。你個負能量氣場好勁啊！真係噶，我 feel 到負能量氣場啊！唔好咁 sad 啦。即係如果我有女朋友，我會同我女朋友。點解冇咧？冇就唔去旅行啦，係嘛？點解唔去啊？你唔好去試啦，係嘛？自己一個去唔得嘅咩？我可以自己一個去，但係你唔中意。係啊，我暫時唔中意。即係唔中意獨自去旅行，你唔想尋找旅行嘅意義。獨自去偷歡。即係你逼我答，我要自己去啊嘛！好啦，我自己去。唔係啊，問緊你問題啊！唔係，我真係唔會特別好想話自己一個去咯。咁有啲咩嘢食你會好想食，然後自己一個人去食，你覺得係好惡噶？有冇啲咁嘅經歷？照去啊，要跟住叫去咯。因為我本身大食，但係又唔係對食好有要求。係。所以我餐餐都係淡仔。我先食得最惡啦，食韓國嘢啊，食歐德嗰啲咧，即係真的一大盤嗰啲屎拉骨嗰啲咧，你一個人係冇可能食曬，同埋隔離嗰啲通常都係，哎呀我指俾你食啊，喂我哋情侶嘢，跟住隔離自己一個人喺度，係有少少奇怪嘅。嗰只咯，嗰個我就真係覺得好惡。又會覺得好惡，唯一一樣覺得我覺得惡嘅嘢係。我身邊個個都一撇撇咁樣，但係我就得我自己一個人食咯。係啊，所以其實係我諗係個環境，環境好關事嘅。係啊，即係嗰個環境係
可能佢都係一間西餐廳，但係佢擺到明係一間情侶嘅餐廳嘅時候，咁即係其實唔係咁，即係叫你情人節唔好出街食飯啫。係咯，即係睇你嗰間啫嘛。即係你覺得嗰間餐廳你會覺得好惡嘅，就係環境問題啦。係啊，即係唔可以太多太多。甚至有次個情，即係有次情人節，我攞住個飯盒，我嗰日做嘢，咁跟住我攞住個飯盒翻屋企閒飲翻屋企，跟住周邊都一對對啦，然之後仲要見到我之前個女朋友。同另外一個男仔，哇！咁你惡唔惡啊？呢個離開咗我哋今日嘅 topic。即係我咁講啫，因為呢個有咩打俾潘先生啊？有咩？有咩叫打俾潘先生？惡，即係我 mean 就係，即係個環境，你同佢兜飯關係。係啊，即係仲要加埋兜飯，即係唔使去任何餐廳，可能自己攞煮嘅嘢都覺得好惡。我係咪唔應該開呢個 topic 啊？我 feel 到佢個心流緊血啊！係啊，一直喺度。太多。唔係嘅，我。我們 suggest 一些可以一個人吃的餐廳即譬如麥當勞現在都有自私位的嘛有什麼有些自私位是佐敦那間是直接有蹦木板你是真的自己在一個洞那裡吃東西的自修室即是一欄是一欄但是這個是給日本的嘛他們來了香港但是我覺得有間日本餐廳很有趣本身進去是自私位來的跟住吃到咁上下咧，會突然間打開中間那個呢你說在香港啊？我不是啊，在、sorry 在日本你講緊人哋嗰個係整蠱遊戲，人哋外國做嗰啲雙體節目啊，係啊，唔係啊，佢真係揾單身，真係咁噶，佢揾單身男女入嚟食之後，食食下就會拉開等佢哋傾偈咯，係啊，即係有間餐廳係咁，屌笑一開，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閂翻埋？即係如果我個女仔咁啊，頻頻坐我對面，我啊食緊嘢，一打開見到，哇，閂埋佢，閂埋佢，閂埋佢，咁其實都幾咁咪完咗個 first date 咯？哦，咁就叫 date 咗噶啦，好慘真係。咁你覺得有咩係適合一個人去食嘅餐廳？要有啲咩？第一件事一定要正啊！你一聽就覺得去啊衝啊咁樣。Just 佢食一啖 ，Happy birthday to me， 再食。